大家好久不见了啊！这一周对我挺不错的吧？哎，子爵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喝一杯吧。好啊。干了。那必须的。嗯，还不错。哎，米露妹，好久没见了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就像没有预定的剧情。我们下次我们再一起去吃过一些餐厅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吃过一些餐厅。主要去旅行的话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下次我们就这样好不好？哎，你说去西藏怎么样？这个地铁的话，我们就是去那个下雪，我们下次必须约一个。那肯定的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。好。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好，行啊行啊行啊，好，来。抖音。